CY 做 show 探学生，想转移视线。他们三个为反洗脑绝食，上任以来一直没有面对学民思潮的 CY， 昨日朝突然亲吻，和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一起去探在新政总出面扎营的学生啊。国民小之锋亲自同 CY 过两招。当六成几的市民是希望搁置这个三年的开展期的时候，为什么今时今日我们看到梁振英你对于十几万人的联署从来没有作出一个回应，一班学生其实在这里扎营不是讲玩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还要漠视我们民意呢？所有的问题完全可以在那个委员会上谈，不存在今年9月3号你一定要推。是梁振英政府口讲话会听民意，但是一年零三个月学民思潮所做的事，为什么你们依然是无动于衷，铁板一块视民意如粪土？国民教育方呢是完全是学校为主的，学校为本的，政府呢不会出教材。唉，又做人肉录音机。是希望你接收这个。多谢你。捍卫思想自由。捍卫思想自由。手都不同你握了。至于吴克俭全程黑声不出，还见过铁板警察了。上周老细做完 show， 下周就到胡鸿玉了。身体重要，希望大家可以保重身体，好唔好啊？希望想你保重身体就立即传开。面对反洗脑和反自由行的民愤，示威两日内连开四次记招，又推稳定楼价十招，又放宽交通津贴，有学者就质疑当局想转移公众关注国民教育的视线啊。